逃脱解谜古董旅店，安卓苹果双平台免费。每日 APP 每日有惊喜，观众老爷们大家好，今天小编带来的是一款人物精美可舔屏的解谜游戏，逃脱解谜古董旅店。游戏的剧情讲述了一个制服诱惑的御姐以及一个中二病晚期患者的妹妹，这么一对性格各异的姐妹在旅程的途中遇到了意外，迫于无奈，两姐妹就只能在附近的老旧旅馆入住。这一住进酒店呢，就发现我的天哪，酒店里无论是看门小哥还是客人的颜值都爆表了，有没有？出了一个怪叔叔，这个酒店里面的人脸平均值都这么高，肯定会发生各种奇怪的事件。那么就让故事的齿轮开始转动吧。怎么有股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味道呢？作为一款解谜游戏来说，本作和其他同类手游的套路貌似都差不多，解开谜题，得到重要线索，得到钥匙之后进入下一关。不过旅店内发生的故事以及两姐妹最终的结局究竟是怎样的呢？还是有点让人好奇呀。小编呢，这里就不透露了。目前游戏安卓苹果两大移动平台都有免费发布，喜欢游戏的用户可以搜索下载。本作人物画风很赞，剧情故事也比较丰富，各位颜控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走马行九里，扫码下游戏，每日 APP 每日有惊喜，我们下期再见。